消防赛今天已经可以说进入第二阶段第四天的比赛了。今天一共有四场比赛，早上的第一场是由金门出战北区的台北市队。这场比赛金门队在第一局进攻的时候就先取得点，使得强劲的台北市队大惊失色。但是台北市队毕竟是实力高出一筹，最后以4-1的比数击败了金门队。今天的第二场比赛由中区苗栗县大同队出战南区台南市巨人队。巨人队这次参加全国少棒赛表现得不够理想，始终没有赢过。今天对大鹏六局打完又以0-0打成平手。苗栗大鹏到目前为止积分3分，巨人队积分1分。今天第三场比赛由北区桃园新民队出战中区台中市金龙队。本波不错，这场比赛金龙队跟新民队打得非常的紧张，一直到第六局金龙队领先1分，新民队成功战成满垒，最后金龙队一比零险胜。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由嘉义培养队出战台东市红叶队，本公司也做了彩色实况转播。这场比赛红叶队先取得点1-0领先，但是垂杨队的郭永宗在这场比赛里击出了2支全垒打，最后垂杨以3-1击败红叶队。